来，我们现在在蘑菇部落喝这个番茄汁哦，来再喝一口。这个、哦，这个豆荚是你的、哦，来给你。你的爸爸跟妈妈？妹妹这里有地图。妹妹这里有地图。还要喝吗？今天天气超级好的哦，超级超级超级好的哦。没有，今天是35度。我最喜欢的蚂蚁。哪里有蚂蚁？哪里？我看一下哪里有蚂蚁。我没有看到蚂蚁哎。我看到。真的，要跑走了。姐姐，那里番茄汁还要喝吗？你不喝，我帮你收起来了哦。不喝了哈，我收起来了。我第一次看到。我看一下那个蚂蚁的。你这个它上面写着“咕咕饼干 DIY 券150元”。那我们待会10点半的时候就要参加了，知道吗？天气超级超级好的。